大家好，最近还是有很多人私信我说手掌旋转360度怎么做的，竟然很多人还不会。我们还是有请上次的帅哥来做个配合，我们表演然后再教学。很简单，首先伸出你一只手，好，这个大拇指的方向朝向自己，对，朝向自己，然后慢慢的放到桌子上，好，可以放这样子放上来啊，记得好这样子，大拇指是朝向自己啊，来看一下是不是大拇指朝向自己，好，这样子弄好弄好，大拇指朝向自己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然后来看清楚哦，我这边也是大拇指朝向自己，你这边也是大拇指朝向自己，然后用另外一只手压住它，然后开始慢慢的旋转，对，旋转旋转旋转，转不动的时候，转不动的时候就用另外一只手去把它掰过来，像我这样旋转，好，看我看我，再把它掰过来，哇哦，360度旋转，看到吗？我已经转了360度，你继续旋转，右手掰，掰不动是不是？好，魔术就这么神奇，你就是掰不动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教学。正常我们大拇指朝向自己，如果你直接这样旋转360度是不可能的哦。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机关，就是跟他讲话交流的时候啊，先演示，然后讲话交流的时候又拿起来再放回来的时候，看一下，我把手这样子，看到吗？我翻了个面，本来是这样子放的，但是我翻了个面，我这样放了，好，看一下。大拇指依然是朝向自己，其实我的手翻了个面，然后直接旋转，当然就可以旋转360度啊。至于动手玩一下就可以学会的朋友，关注我们，下期不见不散。